你会给他没奶奶。以后你们都不要叫我妈妈，以后你们都不要叫我妈妈。叫什么？去你要倒数跨年的时间还有大概4小时，然后我们饭也吃饱了，酒也喝了。现在真的不知道要干嘛，想说要不要睡一觉，可是又怕一觉不醒。在这边为大家献唱一首新年快乐的歌曲，希望每一个人在2022年都可以健康平安。我被封了，哈哈，这边蛮滑的。哎，对，你说有一种是自己看，有一种欢乐西鼓咚，我想。把脑穿云霄，而红线将军斩了，赤脚相等年，红烛火儿伴香烧，菩萨满是香，祈祝新年收成好，游子都平安。啦啦啦啦啦啦 ，Come on， 拍手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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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拍手！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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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好难熬哦，时间。我吗？回去了。不要啦，你不是回来啦？在干嘛？四个钟头很久哎。我妈在那边一直啰嗦说要回家，她回家就不会来了。一年一度的烟火你也不看，真的一定要看烟火吗？妈，新年快乐！2022年即将来临，我们要抱着愉快的心情一起看烟火。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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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财神道是我的主打歌，不好意思，是财神道，财神道，财神道，我的大门口。觉得这首歌好像是农历年我们在唱，对呀，现在不适合。OK， 欢乐西鼓咚，请你不要回家，好不好？我回家，我走了，我等一下可以再来啊。你不会来的，会。我一诺千金，我一诺三千。你如果等他没来怎么办？一诺三千金。你如果等他没来，以后你们都不要叫我妈妈。叫什么？梅姐啊？随便你们。有没有觉得女人很漂亮？美的哎呦，都是你的基因好哎。我今天看到林青霞照片好漂亮，我想说，哎，我有没有跟他一样漂亮？你很美，到处去跟那些那个中年，不要跟中年人啊，我可不要当了。你该不会是要小鲜肉吧？啊，我的妈呀！哎呦，都是你的基因好哎。